看看蟹粉到底能不能吃吧。哦，很诚意，我觉得普通那样好吃。我第一次这样做很不错，因为手工那些步骤都是大工程。对。我觉得大家经过昨天的那个，今天快了很多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我会去考虑，会不会再上这个那个蟹黄。哎，好难开呀！天哪，张俊，我真的好需要帮忙啊！我已经不知道要干嘛了。你有可能还不是我们的。还不是啊？不可能吧？真的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是准备工作，因为你不熟。